今天这期视频干货非常多，希望你们提前点赞收藏起来，不然的话，我怕三年后被同行攻击，这个视频可能就会消失。首先准备十种辣椒：线椒、小米椒、特金条、朝天椒、魔鬼椒、高辣王、灯笼椒、子弹头、福建辣椒王、贵州辣椒。先把辣椒全部倒入盆中，接下来把辣椒全部剪断，剪好的辣椒段清水冲洗干净，滤掉辣椒籽，给辣椒平铺在盘子上，放入干果机里，70度烘干12个小时。烘干好的辣椒放进石臼里面慢锤10小时。家人们，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，给我点个赞吧，支持正能量。科技改变生活。哎呀，其实要锤也能锤啦，不想锤呀，我有机器干嘛不用呢？准备这香料油4件套，加800克菜籽油，再加200克猪油，把油升温到150度，然后把我们的香料油4件套丢进去，转成小火慢慢炸，小心油不要被喷到油。炸了10分钟以后，我们放入香叶、八角炒火，继续给它们炸干炸香。大概30分钟，香料油干透了，我们给它捞出来。接下来我们等温度降低，放入豆瓣酱100克，接着再放入120克香辣酱，继续小火推炒，再放入我们的姜末、蒜末，再放入150克的牛油火锅底料，接下来的料就可以一起加了。40克黄冰糖，40克。豆豉，现在开大火，加入10辣粉，再加入24克花椒粉，加入20克的米酒，再给它搅拌均匀，加入20克的醪糟，再来上15克的保龄醋，再推炒个10秒钟，关火。这样子，我们的烤鱼酱就算制作完成。当然，现在还不能马上用，盖上盖子焖它一天，这样的红油会更香，至少香一个8度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鱼，就是我们用的是回鱼，把鱼较热心的摊主杀好，然后给它片成2半，然后接下来把它的骨头都稍微砍一下，等腌的时候容易入味。烤的时候不会变形。好，接下来拿去清洗一下，把鱼里面的血渍啊，还有它的牙齿啊，给它去掉。接下来鱼身我们给它划几个一字花刀，腌制容易入味。接下来我们刨点姜，再刨点蒜，加点料酒，加点盐入个底味，给它抓拌均匀。鱼先放一边腌制30分钟，趁这个时间我们把炭给它烧起来，把鱼给它夹上烤架。接下来我们就用炭火慢慢的给这鱼烘烤，要给它烤均匀，表皮啊全部要给它烤的焦脆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这样手持着烤？哎，这样不是舒服多了。现在鱼已经烤得微干，我们刷上第一步做的辣油，全部刷均匀。最后撒上我们的辣椒、蓝粉。哎呀，舒服了呀！各位看一下，香的一品。一勺顶部的红油，再来一勺底部的油膏，加热融化。油热后放入莴笋片、土豆片，还有藕片、金针菇，最喜欢吃啥放啥就可以了。给它们简单的稍微炒一下，炒了一会儿，我们稍微加点水。背部加高汤是会更好的，但是我懒得煮。配菜煮开后煮10分钟。开后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咸度够不够，不够我们可以再调。哎呀，淡了一品。我们给点盐，给点蚝油，可以再给它一点鸡粉。接下来直接把这汤淋在烤鱼上。哎呀，家人们，这个烤鱼终于是做好了。试一下啊，这个秘制烤鱼，为了这个烤鱼特意买的一个这个烤鱼炉啊。好吃，这鱼应该鱼也比较新鲜比较好。这种回鱼啊，它那个肉质啊都会比较肥啊。其实我是不太适合吃这种鱼哦，尿酸太高了。但是这种鱼它烤的是香的，它的油脂会比较丰富，肉呢也是很细腻很嫩。我小时候真的最爱吃的就是烤鱼，不管去吃饭啊，我都会优先选择烤鱼啊，并不是烤鱼多么的美味啊，主要是它比较便宜。外面那种烤鱼店啊，除了商圈的那种烤鱼店，就正常的外面那种小店面卖那种烤鱼啊，基本上88一条、98一条，那一条烤鱼够15个人吃，弄点配菜，弄点米饭啊，那个真的是很划算的。这是我兄弟，10年前。另外，大家烤鱼想要用什么鱼，其实都是无所谓的。一般烤鱼店那些都是宁波鱼、回鱼、鲈鱼、海鲈鱼、多宝鱼。当然，你想吃罗非鱼啊，也不是没有。任何你喜欢的鱼都可以用这种做法。大家做的话，想要辣油香一点的，可以按照我这种方法做。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简单一点的，其实直接火锅底料就可以了。来，真的不错。而且炭烤的鱼香非常多，一般外面烤鱼店的鱼其实都是那种炸的，绝大部分哦，你们能吃到那种鱼基本上都是炸的，都不是炭烤的，要不然就是烤箱烤一烤，电烤一烤，也没说这样不好，这样也是好吃，但是炭烤它有炭香味。哇，真的是入味的不得了。
真的，只要炒上这一份底料，你直接拿来煮蔬菜，蔬菜都香的，煮一下直接就入味。没什么好说，推荐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一下。虽然说辣椒油制作的过程还是比较复杂，要提前一天半准备一下，但是做出来的味道是 OK 的，绝对要比那种家庭简单版制作的啊，要香非常多，要比外面那种烤鱼的那种辣油都要香非常多，因为它主要就靠一个辣油去提这个烤鱼的底味。最后一口土豆。OK， 今天视频差不多就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求求你点个赞吧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